县最大的占地主是大的。哇，这现在没有回家的人怎么逃呢？哇，你看这闪电哗啦哗啦的没。
完了，芭比 Q 了，要下大暴雨，骑上我的小摩托赶紧跑。已经开始下了，它跑不算太大，应该能跑回家吧。雨渐渐变大了，头盔上已经布满了雨滴，有点影响视线。好在马上就要到家了，终于平安到家，停好车，赶紧回家换衣服，看看雨下大了没。好像雨景还挺唯美。攻击性蛮大的。